九号造型哦，是窦兆华跟张敏玉清设计师的作品。那刚刚慕雨文带给大家感受是一样的哦，就是整套的比较帅气的西装，但是又能够展现出女性的特质。谢谢。有声音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。你今天穿这样有给爸妈看过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妈妈有看过，就是妈妈有在我工作群里面，所以她是这条也是她选的。对，可是爸爸就没有跟她交代这件事情。最大的是之前哎、欸，不是吧？之前就是对，这不算是最大尺度，这样子蛮保守的。觉得爸爸看到你这些照片的反应？其实爸爸不会干涉我的穿着、欸、就是平常出门其实我想穿什么基本上爸爸是不会去干涉的，都蛮尊重我们的。最近好像跟保守吗？看你都是发一些跟出去玩的照片。对，就最近有去出去玩，然后自己的品牌也自己就是正在做这样子。对，很自在，而且我觉得就会有非常多不同的穿搭方式。比如说我今天在发廊做造型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想说，我这件衬衫我是要全部都扎起来，还是只扎左边只扎右边，或者是我全部都不扎。我觉得因为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就可以给我很多不同诠释的方式，我觉得这是以往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，尤其我觉得也会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时装周嘛，就是要尝试很多不同自己很 fashion 的搭配。那你有没有就是什么你觉
的你还没有穿过的那一尝试？目前今天这个是我真的还蛮没有尝试过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出道是以模特儿的身份，那种很美丽的华服啊，或者是很澎湃的礼服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简约的经典设计啊，其实很多大部分都已经尝试过了。今天是之前会尝试的比较是以男生的某一个单品来做一个不同的 mix and match， 但今天真的是突破自己，穿了整套全部都是男装。其实今天我也穿了一个平底式的像男生的皮鞋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像之前可能自己就会觉得啊，那还是要保有一些女性的特质，会想要选穿比如说尖头式的高跟包鞋啊，但今天就会觉得哎，不要，我要尝试一个真的完完全全往男装发展的利落的样子，所以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就是自己还蛮没有尝试过的全新的打扮。那是觉得就是自己女人味足够了，所以不需要带一些女人味的感觉。我觉得女人味有时候除了服饰上面来呈现，其实自己的散发出来的不管是韵味啊，或者是妆容、头发，也都可以在一些很细微的部分去呈现，所以就是穿男装看起来会太 man 或太中性这件事，我倒是不会太担心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